地球熔岩在风和水的形塑下凝固，形成组分差异、软硬不一、色泽不同的岩石。岩石是人类聪明的祖先，很早用来制作工具的材料。后来，人们制造了岩石与烈焰的相逢，创造出塑造地球面貌的水泥，连接中外、沟通古今的陶瓷，开启科学之门的玻璃，信息时代的半导体，人类点石成金的奇迹正在上演。六月，金沙江干热河谷，气温已经逼近40摄氏度。高山深谷是水能的宝库。中国建设者要顺势建造一座年均发电量超过624亿千瓦时的超级水电站。前提是，要修筑一座坚不可摧的拦水大坝。检查完毕，可以开始作业。水坝可以化洪水的威胁为清洁的电能。在这个伟大的发明中，水泥材料功不可没。水泥掺沙石混水，制成混凝土。此时，水泥中高浓度的钙和硅，让沙子和石子变身无数的小刺猬，刺与刺犬牙交错，紧紧相拥。这是水泥遇水变硬的奥秘所在。这个神奇的过程往往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水泥受热膨胀，凝固时遇冷再收缩，这会埋下开裂的隐患。而这里采用的是中国首创的低热水泥，这种水泥水化放热较少，可以让无坝不裂的世界级难题迎刃而解。工人们要赶在凝固之前埋设冷水管，进一步调控水泥的温度。完美的温度控制让水泥浑然天成，凝固硬化后甚至比天然的岩石更加坚不可摧。向东2000公里，中国人正在建设一座新的核电站。在这里，水泥又一次被委以重任。这种核电水泥被称作水泥皇冠上的明珠，中国自主研制，它是构筑核岛、安全壳等核心部位的关键材料。建成后可以抵御17级台风、9级地震和商用大飞机的撞击，并且能有效防止核污染扩散。未来华龙1号核反应堆将被安置其中。一个个超级工程是人类和水泥美丽邂逅的一处处缩影。从1万米高空俯瞰我们生活的星球，排除自然力量，人类塑造地球面貌则是通过水泥实现的。细数地球上的人类文明痕迹，几乎都和水泥有关。全世界每年的混凝土浇筑量相当于一座长1000米、宽1000米、高接近珠穆朗玛峰的山。
这个体积是其他所有建筑材料总和的两倍多。可以确定，水泥是迄今为止使用最多的人造材料，而制造这种材料的原料却是自然界最常见的石头——石灰石。五、四、三、二、一，起爆！我们将从这场爆破开始，一同飞越水泥诞生的旅程。石场开采的石灰石送至工厂。这是一座能耗水平世界领先的水泥工厂。隋同波创新团队是它的设计建造者。今天，他们要在这里试制强度高达60兆帕的水泥熟料，挑战工厂生产的理论极限。配料车间，磨碎的石灰石和粘土，经传送带进入滚压粉磨机，粉碎制得粒径80至200微米的水泥生料。在水泥厂的制高点，水泥生料从112米的高处飘然而下，底部熊熊烈火制造的高温气体向上升腾，弥漫至整个炉内，生料被高温包裹，400至600摄氏度，粘土脱水活化，800至900摄氏度，石灰石中的碳酸盐完全分解。2分钟后，热态物料到达底部，进入旋转的庞然大物。直径5.5米的圆筒内，巨型喷火枪制造出超过20米的烈焰，温度瞬间提升到1420摄氏度。在高温烈焰的催动下，物料完成熟化，形成硅酸盐熟料。接下来，10多台巨型风机将高温水泥熟料从1420摄氏度迅速降温至60摄氏度左右，最终形成硅酸盐矿物和少量的玻璃体。水泥熟料制成，遇水硬化的能力已经蕴藏其中。看起来不错，这个目前这个熟料强度情况怎么样？抽检结果显示，这一批次的熟料强度超过60兆帕。刚刚我们在绿色工厂见证了科学家指挥自然界最常见的石头合成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将水泥熟料添加石膏研磨成粉，掺砂石与水混合，就变成人们最常见的混凝土。中国人以此为灵感，用人、工、石合成了汉字铜，代指混凝土，简单形象，巧妙绝伦。现在距离古罗马人发现把石灰、石膏和火山灰混合烧煮可以上演遇水变硬的神奇已经过去2000多年。在那之后，水泥使用的中心从欧洲经北美来到亚洲，今天已经到达中国。从用于火箭发射台的超耐高温水泥，用于建设公路、铁路、跨海大桥甚至飞机跑道的高性能水泥，再到用于油气钻井工程的超快硬水泥，巨型水坝用的低热水泥。最近40年，中国人发明了60余种特种水泥，为一个个超级工程提供了强大支撑。而点石成金的序曲即将进入下一乐章。
夜幕降临，陶瓷艺人熊建军的工坊已经开工。烧制陶瓷的原料是景德镇特产的高岭土，混水后的高岭土团聚，简单造型后送至烈火中灼烧。有机质和水逐渐消失，陶坯形成晶体式结构，表面变得平滑，甚至出现光泽，就连声音也变得清脆。事实上，在高岭土之前，我们的祖先曾选用过粘土制作陶器。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利用化学反应获得的新材料。到了东汉末年，中国人率先用高岭土做原料，并改造窑体，把炉温升至1200摄氏度，陶由此进化成为瓷。秦汉的豪放，隋唐的雄阔，宋代的儒雅，明清的精致，直到18世纪初，西方都没能烧制出瓷器。陶瓷是中国的名片，世界的瑰宝。英文中，陶瓷和中国甚至共用了一个单词。进入现代社会，陶瓷不只是沟通中外的文化使者，在工业领域，陶瓷早已大显身手。景德镇向北1000公里，坐落着另一座以陶瓷著称的城市。在一座外观低调的厂房里，隐藏着两个研究工业陶瓷的顶尖团队。他们的最新成果将刷新我们对于陶瓷的认识。厂房东头的团队由李玲带领，他要挑战人类的常识，让陶瓷具有弹性。他们的作品是陶瓷弹簧。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生产陶瓷弹簧。陶瓷弹簧的秘密在于组分与外形的精巧配置。目前已知的弹性压缩量记录是20%。李玲团队最新烧制的陶瓷弹簧将挑战25%的世界纪录。厂房西头，另外一个团队的带头人张伟如，则忙于应付一场供货压力带来的挑战。Sandals， 重点呢，我们想讨论一下铁含量和这个游离碳。与张伟如视频连线的是国际知名轴承厂商，他特别关注张伟如团队的陶瓷产品及其产能。张伟如为之骄傲的作品是用于制造轴承的氮化硅陶瓷球。这种陶瓷硬度仅次于金刚石，重量只有钢材的1/3，被认为是目前综合性能最好的结构功能一体化陶瓷之一。由其制成的陶瓷轴承转速可达每分钟60万转，耐高温达到1200摄氏度，更奇特的是它具有自润滑的特性。我们现在做的在我们国家航天发动机月球探月车上负的170克下，这种温度很低的情况下，实际上那个圆滑质都算凝固了。用了我们这种陶瓷球，它几乎就不要用圆滑质了，圆滑油了。2015年，
从事先进陶瓷研究30年的张美如，带领团队突破氮化硅陶瓷球的生产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成为全球仅有的3家热等静压陶瓷轴承球生产者之一。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浪潮之下，陶瓷轴承球供不应求。张美如每天最头疼的就是应对来自全球的巨大供货压力。工厂内即将开启新一批氮化硅陶瓷轴承球的制备。高纯度原料被压制成陶坯，送至热等静压机，厚重的金属门之内可以同时产生2000个大气压的高压和2000摄氏度的高温。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陶瓷球中残留的空隙被逐渐排空，陶坯的致密度将得到显著提升。进入氮化硅陶瓷的内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四面体的结构，硅原子位于四面体的中心，4个氮原子分别位于四面体的顶点。这个结构之间的空隙越少，氮化硅整体的结构强度就越高。高致密化氮化硅陶瓷的强度可以超过1000兆帕。出炉的氮化硅陶瓷球已经具备坚实的内心，5道研磨抛光程序则帮助它获得镜面级的光滑外表。合格的氮化硅陶瓷球出厂后，将被运往世界各地，踏上遥远的征途。今天，这里生产的各种尺寸的黑色陶瓷球，被广泛应用于精密机床、电动汽车、能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为我国高端装备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回到陶瓷弹簧实验室，此时新制弹簧样品已经在测试设备上安装完毕。挑战的目标是25%的压缩量，也就是50毫米的弹簧要往下压缩12.5毫米，这几乎是陶瓷材料弹性的理论极限。测试开始，压盘缓缓向下，达到12.5毫米的设定值，陶瓷弹簧没有像普通陶瓷一样碎裂。松开，再次下压。经过45次重压，陶瓷弹簧完好无损。太好了，这次达到我们实验的这个最高水平了。陶瓷诞生于中国，后跟随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脚步，开辟远洋航路，驰骋世界，享誉全球。在时间沧海中，陶瓷集科技、艺术、商贸之大成，穿越千年而不朽。今天，新演进的200多种先进陶瓷，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在精密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疗、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领域，支撑起最前沿的探索。当然，在先进陶瓷这个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创意密集的关键材料领域，中国与先进国家仍有差距。中国科学家正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整个把这个石头，是吧，砂岩，然后变成磨成粉，那呢就我经常讲的叫点砂成金，对吧？
彭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毕生所学都与一种神奇的材料有关，玻璃。玻璃我们都很熟悉，但未必了解。制造玻璃的原料是自然界常见的沙子，学名石英砂。正如水遇冷会凝结成冰，当我们把以二氧化硅为主要成分的石英砂加热融化，再冷却，砂石就会变身无色透明的玻璃。人们形容玻璃像凝固的空气，又像不会融化的冰。但透明可不是玻璃与生俱来的特质。人类最早制造的玻璃与今天有很大不同，它总是因为杂质而丧失清澈度，同时因为包含金属元素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但人类早已为它宝石一样流光溢彩的特质所倾倒。直到14世纪，人类才终于解开了玻璃透明的密码。杂质排除得越彻底，玻璃就越透明。伴随第一块透明玻璃诞生，人类认知革命的序幕也悄然拉开。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望远镜则让人类仰望星空，从此有了不同的意义。有了透明而性质稳定的玻璃器皿，没有任何事物能比可观察、可控制的化学反应更能激发人类的好奇心。玻璃不仅是现代科学的接生婆，更是美好生活的塑造者。它是现代社会中人类使用最广泛的材料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玻璃的世界会是怎样的模样。玻璃它不仅给人带来这种幸福的生活和艺术上的享受，同时也把人带来了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新征程。那么第三阶段呢，就是我们工业的连续化生产。彭寿院士正在研制的玻璃，是信息时代玻璃材料竞争的高点。大尺寸显示玻璃，人们要想透过屏幕感受身临其境，必须依靠它。更大、更薄、更纯净，是彭寿不懈追求的目标。35吨原料投入大跨度熔窑窑池，融化好的玻璃液必须经铂金通道进一步高温澄清，强制均化，才能制得高品质玻璃液。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温度是关键。澄清1600多摄氏度，均化1400多摄氏度，出口1300多摄氏度。精准控温的幕后英雄潜藏在铂金通道地下室。分区精密控制单元和密集排布的冷却管可以控制温度误差不超过-1摄氏度。严苛的温控条件下，工程师顺利制得高品质玻璃液。1300多摄氏度的高品质玻璃液缓缓流入装满硒溶液的硒槽。两种溶液比重不同，如同油悬浮于水面，玻璃液在硒溶液之上均匀摊开，在拉边机作用下慢慢变薄。冷却之后，经过裁切，最终形成面积达5.5平方米、厚度却只有0.5毫米的超薄玻璃。这种生产工艺由中国自主研制，被称为洛阳浮法。
发明至今延续使用了50余年，同英国皮尔金顿、美国匹兹堡齐名，并称世界三大浮法工艺。而优化洛阳浮法工艺并用其制造信息显示玻璃，是彭寿院士团队的创举。要想达到信息显示等级，玻璃表面必须做到绝对平整并且零瑕疵，因此下一步要做的是将玻璃与锡接触的一面均匀磨去2微米，难度相当于将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平面均匀去掉0.5毫米的表皮。3分钟，3道打磨抛光程序完成，再一次清洗烘干，就来到这个百级的洁净车间。最严格的纯净度体检随即展开。标准是宝石级别，不允许任何直径超过100微米的瑕疵存在。体检过关，新一批次长2.5米、宽2.2米的超大尺寸液晶玻璃基板顺利下线。这个尺寸被认为是生产大尺寸液晶显示面板的黄金比例。此前，这种大尺寸显示玻璃基板仅美日两国可以制造。2019年，这条8.5代信息显示玻璃基板产线顺利投产，标志着彭寿院士带领团队打破了美日两国的垄断。今天，每隔30秒就有一片长2.5米、宽2.2米的玻璃基板下线。迄今为止，产自这里的8.5代显示玻璃总面积足以覆盖20000个标准足球场，可以装备接近1000万台超大型显示设备。材料产业应该说是我们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叫一代材料一代工艺，一代工艺一代装备，也就是说材料是装备的基石。在这个保密等级最高的车间，彭寿院士团队要启动更加极限的挑战，目标是制备一种柔性显示玻璃。这种玻璃最常见的应用就是眼下市场上热销的折叠屏手机。为了实现连续折叠100万次不破损、弯折半径小于1毫米的目标，工程师首先采用多道先进工艺，制造出厚度只有0.2毫米的超薄高铝玻璃圆片。紧接着，一种特殊方法被用来创造奇迹。超薄高铝玻璃圆片被整齐地固定在特制的喷淋架。接下来，药液冲击玻璃的表面，玻璃不堪药液腐蚀，渐渐消瘦。喷淋架特定的角度和喷头的特殊形状，是确保玻璃均匀瘦身的关键。10分30秒，剪薄机停止工作，超薄玻璃被再次剪薄7倍。蜕变成厚度只有0.03毫米的柔性玻璃。帮我看一下今天实测的产品厚度怎么样？16个采样点，最厚和最薄之间误差只有1毫米的1/1000。数据表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剪薄。随着人民生活的需求和对玻璃的需求，我们就向薄型化发展了。所以我想，这个30微米可折叠玻璃的研制成功，必将开启我们
在柔性显示和柔性应用中的新篇章。按照一天折叠100次计算，支持100万次弯折不破损的柔性玻璃，可以让折叠手机使用超过27年。这是彭寿院士团队创造的新的世界纪录。而玻璃带给人类的惊喜不止于此。这里是中国高性能纤维技术的重要策源地。材料专家组群即将用玻璃做原料，制备一种特殊性能的纤维材料。1600摄氏度高温，玻璃瞬间融化。重力作用下，玻璃液从伯老合金漏嘴中流出，下落过程中急速冷却，0.01秒瞬间固化成纤，最细的时候，直径只有4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2。这意味着，一克玻璃液可以变身29公里的细丝，1380克玻璃液拉直的细丝可以绕地球一周。变身细丝这一刻，玻璃性能发生惊人的善变，从脆性的玻璃变成拉伸强度达3500兆帕的纤维，是超高强钢的2.5倍。组群团队研发的特种玻璃纤维，极高强度、高磨量、轻量化、耐辐照等优异性能于一身，在航空、能源、国防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事实上，玻璃纤维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常被编织成布，层层铺设形成骨架，再灌入树脂加热固化，做成强度磨量提升10倍以上的特种纤维增强复合材料。这种材料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玻璃钢。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复合材料，小到家用电器，大到汽车轮船，甚至风机叶片，这种由玻璃纤维制成的复合材料已经无处不在。距离泰山25公里，是中国首条万吨持窑玻璃纤维产线的诞生地。15条生产线马力全开，这里年产玻璃纤维可达138万吨。把这个数字放大8倍，是全球一年的产能。其中中国占比超60%。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玻璃纤维生产国。恢复发了多长时间？大概就是到完全恢复，30分钟。唐志尧从事玻璃纤维行业超过40年。因为线呢，像这些情况。过去10多年，他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性能极限，让玻纤材料弹性磨量从70兆帕一路攀升到95兆帕以上，助力中国全玻纤风机叶片从70米升级到110米。今天，他又有了新的目标。和工艺的匹配方，从样品到产业化。在电子信息领域，玻璃纤维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印刷线路板是所有电子产品的核心器件，由玻璃纤维制成的电子布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支撑和绝缘作用。随着电子科技不断进步，电子产品日趋轻薄和小型化，这要求电子布要更薄，玻璃纤维要更细，这正是唐志尧新的目标。那我们要把这个节电损耗降到0.002，最好能到这个0.0018，
那到0.0018，说不定我们就是国际领先水平了。一年之前，唐志尧团队攻克了4微米超细丝的量产难题，下一步就是利用细丝编织薄布，目标是把超薄电子布的厚度降低到14微米以内，这是生产超薄电子布的最后一道难关。为此，唐志尧专程赶来制造现场，把纱线摊成扁平的丝束，是生产超薄电子布的关键。这种工艺被称为开纤。圆柱形的纱线互相交织，纤维布的厚度至少是单根纤维的10倍以上，而且存在大量孔隙，消除孔隙正是开纤工艺要解决的难题。40根直径4微米的玻璃纤维被碾成纱线，经过编织就变成这样。我把地接电布调出来看一下，就是产品下线了。显微镜下最新一批生产的电子布厚度只有13微米，这个就比较好了。纱线开纤的效果非常理想，纱线间的空隙消失不见，这正是理想超薄电子布该有的形态。长期以来，仅国外少数厂商具备这类产品的生产能力，严重制约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今天，这个困局已经变成过去。这个指标我们在国际上还是很好的。氧和硅，地壳中最丰富的两种元素，是地球给予人类最丰厚的礼物，而人类也不辜负这个馈赠。人类打开层层密码，挖掘二氧化硅这种最常见的物质潜在的用途。从玻璃到玻璃纤维，下一站就是光纤。光纤的发明来自一个特殊的光学现象。当两种折射率不同的透明材料贴合在一起的时候，满足临界角度的光线就会在两种材料之间的界面形成全反射现象。利用全反射原理，无论光纤如何弯曲，光都会在光纤内部向前传播。当人类让携带大量信息的光在这种玻璃纤维中传输，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方式从此诞生。不受磁场辐射的影响，能以最小的能量传输最多的信息。今天，通讯光纤早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而点石成金的故事远未结束。墨子，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第一个在科学思想和科学实践中超越时代的智者。我们在这边呢看到的就是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2500年之后，2022年5月，以墨子命名的量子通讯卫星，在相距1200公里的两个地面站之间，成功建立量子纠缠。这又是一次超越时代的成功尝试。量子调控技术的出现，前提是人类掌握了一种特殊材料的制造。周期极化磷酸氧太钾，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需要的纠缠光源就是由它产生。
微观下观察，其原子呈整齐排列，人们通常把这样的物质称为晶体。很难想象，这样的材料自然界并不存在，完全由人工创造。根据微观晶体结构和人工合成的方式，人们称呼它为人工晶体。磷酸氧太钾晶体是人工晶体家族的重要成员。施瑞泽，非线性晶体专家，全球极品的磷酸氧太钾晶体就出自他的双手。制造这种晶体的第一步，是为它们提供一块完全平整的基础，让分子在这个平面上一层一层的结晶，这个基础被称为子晶。施瑞泽将子晶小心播种，接下来他必须付出充足的耐心，在温度、浓度精心配比的环境中，晶体紧紧附着在子晶上，兀自生长沉积。施瑞泽要熬过三个月才可以收获。漫长的等待过后，被誉为光学半导体的材料如期长成。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造就了最美丽的晶体材料，比如人们熟知的天然钻石，它们微观下呈规律排列，这是材料近乎完美的一种状态。今天人工调动安排微观世界的物质来制造晶体已经成为现实。人工晶体被誉为新材料领域的璀璨明珠，造就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四大科技成果：极光、原子能、半导体和计算机。中国科学家已经有能力制造超过30种人工晶体。半导体晶体，信息技术的粮食；激光非线性晶体，固体激光技术的心脏；光学窗口晶体，光电探测与制导系统的眼角膜；微晶材料，天文望远镜、空间相机的骨架；闪烁晶体，核辐射探测的眼睛；压电晶体，通讯技术的耳朵。这些巧夺天工制造出来的新材料，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的科技发展中，他们的潜能将进一步被挖掘。人类的未来与这些材料息息相关，人类点石成金的故事必将更加精彩。